下面呢，我用这款欧凯神器来写一下欧凯的勾啊。刚才写比较简单的勾，什么简单的勾呢？像卧勾、立风出勾啊，像卧勾。像这个横钩，啊，这都是比较简单的，像竖弯钩，竖弯钩。像横格斜钩，横格斜钩啊，这个就难度比较大一点的，这个难度比较大一点的。像弯钩，弯钩，像竖钩，像斜钩，像横撇、弯钩，其实勾的时候都要一笔把它写出来啊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啊，就是描就是画的啊，不要那样去写。好了，这个勾呢就分享到这里，这款毛笔呢可以在视频下边有个。作者推荐，在作者推荐里边呢，就有我用的这款毛笔啊，也欢迎书友们使用。咱们下次再见。